来了，我的名字是纳格莱。可恶，早知道就不要喝冰的啦。哦，是梦啊，好险好险。嗨，我来了。不是梦。哎，你这次打算待多久？你说呢？7天。没错。教室在5楼，一定要搭电梯上去才行。唉，到电梯了，电梯门要关了。小心，全体被关了。我也要搭电梯啊，跟跟我。我快，我痛都快痛死了，没办法回应你了。电梯门要开了，电梯门被开了。究竟小婷能否克服那个来时的不便，度过上学的日子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